小朋友们，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，一定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和关注哟。Hello， 小米粒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姑姑姐姐。姑姑姐姐想问一下，小朋友们在打喷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今天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打喷嚏的状态。太愁人了，你确定你刚才打出来喷嚏了吗？打出来了呀。听说看亮的地方可以打出来喷嚏。如果看太阳的话，我是不是就会能打出来喷嚏呢？羊羊羊啊，羊羊羊打出来了。听说打喷嚏的时候，如果把眼睛睁开，眼珠就会掉出来。试试这是不是真的？红姜粉。啊！哎，我再来一次。又失败了，再来一次。啊！啊啊！都怪你，我喷嚏被憋回去了。耶！什么样的类型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哦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小粉丝的来信，叮咚，信时间到啦。今天我先来读这封信，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的小朋友邮寄的。看他都写了些什么呢？没有了，他是谁呢？我先把信打开。哇，各位小姐姐们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米粒严佳瑶。嗯，读过他的信吗？熟悉这个名字。哦，确实。我想问各位姐姐，下次是什么时候开始直播呢？我们每次直播的时间都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到5点半。对，嗯，我一定会看的，因为之前有些事情没看到。还有姐姐们，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？我喜欢青苹果。天哪，吃苹果，我品味好独特哦。豆子姐姐一听到苹果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，而且青苹果很酸的。
豆豆姐姐除了苹果什么都吃。还有姐姐们，你们儿时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有两个梦想，一，总有一天我要去跟各位姐姐见面，当一名蛋糕师，这是第二个，以后姐姐们的生日蛋糕就都被我包了，我爱你们。然后这个贺卡送给各位姐姐，还有这个小黄人是送给杨导的，因为在百万富翁这期视频里我知道了杨导很喜欢小黄人，我很爱你们哟，祝各位姐姐天天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爱你们的小米粒严佳瑶。 哇是这个两个东西吧？哦，应该是我们打开看一下吧。哦，好的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楼。对，它在高德地图上找到了我们的住处，请姐姐们告诉我住的是哪栋楼。哪栋？这是一个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这是哪栋？我也找不到。我也找不到哎，因为长得都一样了。然后这里面的贴纸呢，是一个大小人，也很可爱的哦。是不是？然后这还有什么？你们看，我这有这个。等一下，你们看。哇，是立体的剪纸哎！哇，很厉害呀，小米粒，你好厉害哦！然后他还给我们每个人画了画像，看看。哇，真真班长、果果姐姐画的还挺像的。淘淘姐姐，这是豆子姐姐吧？对，这晶晶姐姐啊，很像哎。哇，非常感谢严佳瑶给我们写的这个信，超可耐哟。看看我手里的这一个，这是一个贺卡哎，好精致的感觉，打开看看呢，感觉好干净哦，在这里，哎，它是打印出来的，你看，特别整齐哎。新魔力玩具学校哥哥姐姐们好，祝你们的节目火哦，我希望你们继续带给我们欢乐与快乐哦，谢谢，我是来自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的黄成勋。我不是小朋友啊，哈哈！我看你们新魔力玩具学校已经六年了，六年，我都没有在这里。六年之前我六年之前我们有播吗？可能有，可能也没有，反正我不在。那个你看的比我都早。真的是我们的超级粉丝了。我再看一下，没有什么东西了吗？别的没有了，没有别的信了。没有，但这个很。很好看呢，镂空的。我们今天读了两封来自小米粒的信，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。对，记得写信给我们哦。今天就读到这里啦，拜拜，拜拜。